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r. 木香谷小道士，我是小万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教一首经典的歌曲，邓紫棋的《光年之外》。OK，《光年之外》这首歌应该很多人想学，对不对？这个节奏有点难，所以我们就教一个节奏，十六分音符的节奏。第一拍是这种，第二拍 ，that's， 第三拍 ，that's， 第四拍 ，that's， 拿笔拿纸写起来 ，OK 吗？就这么简单，跟着念一遍，会念就会打，咚咚哒，咚哒咚哒 ，OK 吗？好，我来打，跟我一起打一遍喽，我们一起来哦。好，我现在放音乐，让你们打在音乐里试试看哦。第二小节。OK 吗？跟着我练习，练习完再放回去，自己打看看。我留了四小节让你们打 ，OK 吗？会不会？我是小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最后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我们的 Facebook， 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要逛逛我们的官方网站。祝大家天天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